谢谢。难以吃，谁可以吃的？只是说没有人大，而且我们可以吃一下三甜品。要这两个，没有。第一个梨子，大梨。你这个人有点小，对，肚子都扭。我逛完，逛下街的。哎，拍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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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活到活一半了，对吧？连上去没有到一半，啊，就是首先就是旁边，那你要对左边或右边，啊，接下来吸收养分，吸收水分。哦，你们这种东西啊，这么好。不要紧，那个在接的时候水线不可以跑掉、哦。对，这农业手艺。外科，这个每年都要接啊，所以这个一直那么好吃，是这样由来的。这对你来讲简单呐，试看卖啊。对，这个全部都靠嫁接的。你要发挥你外科医生的精神。梨碎，哎，梨碎有日本啊，那个大陆的。他不会，哎，进口。哎，就是我拄啊无啥呢。哎哎。那那能冻偌久哦？是袂使冻真久啊，伊个食的时间，你若时间长，就是你食袂嘛，伤害袂大。无妨，毕竟食袂。大部分都在所谓中旬就嫁接了。对，在圣诞节。我就是大，像我这台湾现在大概200到300，可是他到时候他要结果出来了，大概在1000，没人了，暂时应该来攻，暂时。然后小雨伞就是撑在这边。但因为小雨伞，哎 ，Hello， 小雨伞那边，小雨伞帮我拿一下。小雨伞没洗盘啊。因为我们这边呢。到那个冬天的时候，寒流，然后寒派，寒派没有，不是蒸那个花苞，它切花之后那个花的树头没有，不可以被淋湿，淋湿我们就没有办法人工授粉。那个是用人工授粉啊，就这个就是保护花，对不对？每一朵不是每一朵。那个市长，你可不可以接一下？因为我们这个本身的那个它不会授粉，但是能接一下。你要看吗？来，接一下，看。让让这接一下。来，这里最好了。这个好不好？我去拿那个，拿花苞。这我习惯。他们再下来，再断的时候要在这边，会再花苞。不能压到那个花苞。
刚刚受伤，可以断。可以。很厉害，一次就会了。哈哈哈哈哈！农业农化动对农业手术。这小医生就压在这下面，压在比较下面。这个因为下雨会这样，对对对。这个要对。一旦下雨会凹。你俩都有他凹。哦，好像农业手术，他动对手术。哇！但是你有加几条了？对，这是不要再发病。以前都是用刀片，对吧？这个好，好，这个好了，这个虾，哇，这个漂亮，一个一个。我天气最差的时间，刚刚很浓烈，刚刚对，刚刚种的漂亮出来。不好意思啊。哇！这不要这几年再发病，这里。啊，统一价，统一价嘛，有了这个，我们就省了点块。这个我赚的钱。这个有。我们主要。带你来看专业的，对啊，少了这样，我少了那个金针，我那边金针，壁咚，可以了解，而且刀片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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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刀下面就是烤烤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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烤也就是明年七月就可以采收了。今年六月，我问他，一季报下面。哎，明年，没改哦。等一下，明年，我还没到时间呢。哎，这边讲。哇，示范。高材生，压力高材生。可以剪了，可以了，可以剪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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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很漂亮的礼物，这正料型就找到就会有利啊。它因为这个，它快要采收了，它皮肤皮会变薄，会变光亮。嗯，这种刚刚阮俄罗斯台湾刚刚三星的是有老这的地头，我们现在在吉布嘛，是吗？平均啊，现在我们如果这个的话，一颗大概要120，一颗120，对，啊，你要扣你的成本呢？对，我们成本吃起来不一样，吃起来真的差很多。口感的问题，肉质细水嫩口，成分较悬，这种淘汰率也好，淘汰率好，因为到热天采收的时候，有气啊，会，所以你看像这种，采收期如果不赶时间的话，变成离病症，你也办得，离病症的是熟掉，马蹄来得病痛，天气来摆这样，所以先不进管。所以这个是，所以我黎明这边包括的可以中华做果酱，就是说做果酱，果酱是上下的果酱。印加印加，这边农产，要不然本来七月就。一样的面对吧？我等你，爱是认识，刚刚开业，我等你归我等会，等会我等会。我拿这个加工哦，这种人采收采收，采收鱼采收了，那有这个没？不喝啊，不喝的。当然了，因为所以哦，直接哦生食的啦哈，叫我们叫什么农产品都分哦，他们其他，你有他的特性啊，其他你就要做农产加工。嘛，你也不做农产加工，这农业你就采收钱，给啥人帮的？啊，等到你这采收，刚刚做完了，我给他来吃看看。今嘛还有多啊？你这，可是长跟你长得像吗？那是啥？好，你敢用哪位的？那我们要你们，要你帮我们签名，帮我们签名。好，在李子源拍。为了你，他们家的赛。来
哦，你差不多新疆话那个考虑，我即马在开始处理阮这生鲜的这回销的菜。啊，我即马在，我即马人多，大家我人。甜不甜？甜。这几天百里多嘞。哈哈哈哈哈。在我这里。哈哈哈哈签名啊，签名！好好好，好好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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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啊，无你啦，无你啦，对啊，有对啊，太对啊，四爷我包含你啦，你是上四爷，有啊，我第一张丽姐，对对对，等下他们两个先拍一张，我再补你一张。是啊，谢谢。来，新人阿茂，新人阿茂进来的，照相照相，哎美女，哎都照相，这个都这个都是上四爷的啊，伊都爱两粒，伊都是要爱两粒啦，你看几只啊？不是，因为市长叫你甲收倒倒的，两条要怎倒的？啊，再继续。哎，辅导员，我是辅导员。我们那个果树指导员。好来，谢谢。还有人要拍吗？赶快一起。好，单独。我跟你讲，Tommy，我是和老板娘。好来，一二三，换人。好，下一个。下一个。Hello。来换人。好了，下一个没关系，下一个。你几年探我这？啊，你看好啊！好，你尽量，今年赚偌济，无关系。我包拢我赚的。好来，好下一个。好，德哥你要不要来一下？好，来，好，进，来，没问题，来，没关系，同一台相机，赶快拍，快，你看，来，一二三 ，OK 啊。好，下一位。好，往第一起。好来，好看前面哦。来，一二三 ，OK。好，谢谢啊。下一个行程，先领。好，走了。好，我们到下一个行程哦，等一下再直播。